水里面太开心了的，才游了一圈，马上又跑到我脚边上来了的，又下去了，哈哈，好玩吧？今天带他到这个山洞这里来的，你看一下他好开心，一下来直接在里面狂潜水，这里的水很清澈的，哈哈，他有点害怕，还是得紧紧的跟着我。像个睡老鼠一样，哈哈，在水里面狂潜。我们来给它丢到中间去，这里水有点浅，甩到那个深水地方去。哦，哇，这个速度太快了！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！哈哈，你这是生怕我不要你了是吧？丢到中间去，瞬间就跑到我身边来了，好玩吧？这里的水游着很过瘾，清澈见底。就这环境，别说是鸭子，连我都想下去游两圈。哎呦，来，再下去试一下。走吧。你说你这速度到底是咋练出来的？这也太快了吧！我发现科尔鸭真的是有洁癖，来到这个清澈见底的水里面，它就开始狂游，特别的开心。门前那个池塘里面水是黑色的，给它放进去它从来都不游，往里面一放它就要着急起来。看一下这个环境，这么美的环境，水清澈见底，这个水我感觉都可以直接喝的，难怪连鸭子都这么喜欢。这会儿游得正开心呢，我们悄悄地到对面去，看他怎么游过去。咦，这货速度也太快了，我跑这么快，他一下就跟上来了，甩是甩不掉了。这看得也太紧了，寸步不离。我还说悄悄地在那对面去，看一下他怎么游过这么宽的水，结果这家伙把我看得太紧了，根本没机会离开你的视线。走吧，游好了，他不下去了。看一下他怎么游过这里，我从这儿过去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你看这速度，一下就上来了，真的是跟得太紧了，这都难不到你。来来来来，不游了，今天的体力可是消耗了不少。看一下这环境，玩好了吧？好了，今天带他先回去了，下次再带你过来玩，走吧。